熊本城。两边都是樱花树，所以春天来的时候呢，樱花就开得非常漂亮。月头有1800公斤哈，啊，冬天呢，听讲啊，被混进这个城报仇的建筑工人，把这一块石头挂在他的脖子上面，然后乔装成建筑工人，咖喱啊，对不对？上关的一站叫做天守阁。复建后的大门其实本来是从这里直接楼梯可以通到二楼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这里还免费提供湿毛巾，后来观光客也当去取一张银杏哦，这大张，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几张啊，那个金黄色的斗阁。前面是入口，啊，我要爬上去天守阁，这么高。哦，原来古早武术都挂目镜啊。他这个重新修建，他说一掉。那触角啊，哦。他们叫做无奈之丸，这是一只应该是协助出游的时阵一只大船。熊本城的创建者加藤清正，那这个加藤忠广。加藤清正他的画像，复原熊本城整个一的模型。段之间啊，也就是讲楼顶的房间啊，可以看一个缩小版。这大概是藩主咧住的所在，包括伊的家人妻妾。
建筑工法分为这几种。他做的都比较看，卫兵台啊，卤。现在简单讲，啊，这个就是卤啊。对，它是个城墙边边哈，固定盖一个这个，这个叫做卤。这个城最多有80几个卤。那现在有留下来比较具代表性的这几个，你看，它最多有80几个，大大小小的，它以前的占地，那这些都是日本家的重要文化财。日本家的重要文化财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古迹、第二古迹。孔雀用的长枪。哦，原来俄玉元太郎好像啊，归西南战争啊，萨摩军萨军中心人物。那右左上角是西乡隆盛，这就是最后西乡隆盛的萨摩军战败，然后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自杀，这是最后了，已经萨摩军兵败。开枪，可以往下看到敌人。已经爬到最高层了哈，可以往下看。东面。